长时间久坐导致腰椎不舒服。有了它，在家就可以做腰部按摩。这个是我们产品的主体，这个是产品的腰板，在较软的床及沙发用的，这是遥控器，这是电源线。现在我们演示一下产品的使用方法，插上电源，在地板或硬板床上使用无需黑色腰板，在较软的沙发或床上使用时，建议加上腰板，增加牵引效果。把产品放到合适位置，平躺上去，按摩腰椎部位的腰俞穴、腰眼穴等。插上电源后，控制手柄黄灯亮，然后按控制手柄的开关键两秒，手柄亮红灯是手动模式，再按一下红光键，红光键亮蓝光，按增强键，按一下红光亮一档，按两下二档，共有五档，五档为最高档，约55度。刚开机时开最高档，预热两分钟后开始使用，温度会继续上升，直到你满意的温度后再降到适当档位。按摩档位和调红光一样的方式调节，按摩也是五个档位。接下来就调节牵引高度，按牵引键，牵引键亮蓝灯，再按住增强键不动，气泵开始充气，高度增加，到达适当高度后松开按键，这时按摩器会继续保持这个高度，如果需要降低时按住减弱键即可，按住增强或减弱键选择适当的强度。在手动模式状态，再按一下模式键，手柄亮绿灯或蓝灯时就是自动模式了，蓝灯是自动一，绿灯是自动二。自动模式一般是10分钟左右会自己关机。在手动模式状态下可使用脉冲功能，先安装好脉冲引线和贴片，插头插入脉冲输出口，然后长按电疗键两秒，按键亮红灯加蓝灯开启脉冲功能，按强度键调节力度，选择适当的力度进行脉冲理疗。这款产品不只可以平躺使用，坐着办公、看书、腿部都是可以使用的哦。智能腰部按摩仪，只为您更健康。